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。北海慈济幼儿园小朋友与大爱妈妈联合为教职员庆祝教师节。该你们庆祝什么？教师节。老师伟大吗？伟大，教我们读书，读华文、英文。那你要跟老师讲什么？谢谢老师。好，感恩老师。老师很辛苦。那你要跟老师讲什么？感恩老师。向老师们，敬爱的老师们敬礼。因为教师都是非常的辛苦哦，然后要忙孩子的进度，要忙孩子的学习，所以非常认同老师的，非常赞赏老师的这一份职业喽。教职员与小朋友也为大爱妈妈准备母亲节惊喜，因为身为教职员后盾的大爱妈妈是他们最想感谢的人。那老师就拍了我们的身影呢，然后就让孩子做了这一张卡给我们哦，你看。所以刚才我拿了这张卡的时候，我好感动。彼此尊重，相互感恩，在这温馨的五月传递爱。大爱新闻唐艺晴、庄志文，马来西亚槟城采访报道。